位于大自然和城市交汇的翠拥华庭，背靠马鞍山郊野公园，可以饱览辽阔壮丽的翠绿山景。个别单位还可以远眺吐露港景致。最难得的是，屋苑距离屯马线乌溪沙站只是几分钟步程，可以住近大自然，但又不失交通便利。屋苑2000年入伙，12座楼宇呈 B 型排列，合共提供约1606伙。标准单位分为两房同埋套三房，以后者为主打。部分单位连多用途房。另外，屋苑亦设有少量特色单位，属于连平台户同埋顶层复式户，不过放盘量就比较少。翠拥华庭内园设计遍布园艺花园，居住环境宜人。屋苑的住客会所规模甚大，提供园林式户外泳池、健身室、保龄球场等完善的康乐设施。屋苑邻近的物业自设商场，有超市和食肆。如果想去到马鞍山广场或者新港城中心购物，可以搭屋苑的专巴。另外，附近的乌溪沙站亦设有巴士总站，前往港九新界。最后，自驾人士亦不用操心，因为屋苑的住客车位超过1000个，比例算高。